据情报，呢度有超能力人士。喺前面啦，呢度应该冇问题。天花嘅线同埋墙身嘅喉管都冇问题。点解佢哋咁清楚里面嘅情况嘅？唔通佢识显影相？你就系情报讲嘅超能力人士？超能力？你讲嘅系佢啊？哦，原来系5G。系啊，呢个系结合咗5G 技术嘅 3D Beam 流动应用程式。Beam 专门用在工程设计、建造和设施管理上，可以将大量建筑资讯数码化，支援 3D 模型和 AR， 方便建筑周期里面的规划、设计、施工和管理。咁关5G 咩事啊？因为 Beam 模型档案很大，对网络速度和时延的要求都很高，以往只会在桌面电脑用。5G 超高速和低时延的特性，令 Beam 可以流畅地应用在流动装置上面。工程团队和客户可以巡视现场，同时实时存取云端上的 3D 模型，即时沟通和修改。即是有了 5G， 可以悭翻很多来回工地和办公室的时间，提高工作效率。没错，程式还有 AR 功能，直接在实景上面展示 3D 模型，令到工程师更加容易掌握建筑物的施工情况，及早处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，缩短工期和降低成本。在接近完工的时候， AR 可以用来帮手巡查建筑物，例如直接在天花上展示喉管的分布。5G 真的很犀利啊！我应该转移去发掘5G 的潜力，看看它的应用究竟有多广泛和惊人。